好，来继续来看，为越南来台湾的一个女义工，在桃园非法帮人动刀进行，因为收费便宜，搁常常伫个面册直播着手术的过程，利用越南的义工界拍出着知名度。问题是，这款的行为已经违法了，洪医生发办。没电啊！甲山天起来，看起来非常熟手，甲原本的面变做一个酒窟啦。动手术的路易斯看起来真有经验，那进行手术，那伫面册直播，想要增加可信度，有够较侪人客。煞无想到，伊是一位外籍义工，安尼替人动手术，根本就无合法。主打收费低廉，在越南义工界享有盛名，甚至连印尼籍义工及部分国人也都慕名前往。真有名，互人惦记。第姓的查某囡仔是越南人，才25岁。原本在家乡就有做微整形手术的经验，两年前开始替人挂钉唇做手术，已经赚几百万。你弄啊！这摆让移民署找到证据，将来源不明的注射药品、检购手术刀全部扣留，而且将伊以违反医师法和伪造文书等等的罪，移送桃园地检署侦办。